我真是第一次感受父亲的那种伟岸啊，温暖的，骑着自行车，然后那个我出来以后，然后呢我就坐上我父亲自行车啊，我父亲第一次在我记忆中啊回过头来啊，哎呦，这一说还真激动了啊，哟啊，我父亲回过头来啊，搂着我的膀子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说这是政治运动啊，把你们抓起来。骑着自行车走到旁边说你想吃啥，走到深县的叫深县东街十字口啊，那都是卖烧鸡啊，卖什么猪头肉啊，啊花生米啊，就摆摊那种的啊。我说爹我想吃只鸡啊，我爹特别的态度特别好啊，马上下来，哎咱上饭店吃去啊。进去以后我爹说点菜，儿子点菜，我点了大概俩菜啊，我爹给我点了大概四个菜啊，四个菜加俩菜六菜，那相当于皇帝的国宴了，哇塞。然后出去我去拿烧鸡，那时候烧鸡大概就是8毛钱一个吧，就是小烧鸡啊。我出去拿两只，我父亲说想拿几只拿几只，我父亲的一个月39块钱工资，83年，我这七里哗啦的两只鸡就吃没了啊。然后那个菜还没端上来呢，我爹说随便吃，儿子去拿去，哇塞，我从来我没觉得我爹这样，我从来没有啊。